多优秀的优质的厂商将要带给消费者们最棒、最新、最优惠的价格及产品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以热情的掌声来邀请五大品牌的 model 为大家来展出本次最新的产品，掌声欢迎他们出场。首先为您介绍登场的是宏基。宏基创立于1976年，是台湾资深业界自创品牌与国际化的先驱哦。同时 ，Acer 也非常荣幸在2012年成为了两岸三地唯一赞助伦敦奥运的官方电脑合作伙伴。同时，这样子的成就更展现出与国际奥委会追求卓越的相同精神。代表了 Acer 除了电脑设备的优异及稳定度值得大家信赖之外，更展现出专业可靠的后勤支援与服务，深受国际所肯定。而今天为所贵宾所展示的产品 Acer 全系列 Ultrabook， 包括 Aspire S3、S5、M5、M3 系列约12款产品，及第三代 Intel Core Xeon 处理器主流笔电系列。紧接着为您介绍及登场的是华硕的 ZenBook Prime UX3EA。 这款产品拥有 Full HD IPS 面板及178度的极广世界。同时 ZenBook Prime UX3EA 色彩生动，震撼您的视觉，更具备了2秒开机的最新科技，不仅超快速联网，而且还有7小时连续上网、14天待机、200天休眠待机等超多的功能，令人为之惊艳。此外，华硕电脑还推出了全系列笔记型电脑新标准，投入了美、声、触感、云等5大领域，全面提升了笔记型电脑的使用体验。将带来重要的新突破，将笔记型电脑导入一系列新标准，为消费者们创造快乐体验2.0。接下来第三位即将登场的，为您介绍的是 Canon 所带来的 PowerShot D20， 是位影像大厂 Canon PowerShot D20， 是防水、防撞、防尘及防低温的4防潜水机，红色、银色及黄色3种漂亮的色彩可以让您做选择，与户外活动一拍即合。HTC 的 One X 让您体验超快的网页浏览速度、绝佳的影像品质和完美无瑕的游戏视觉效果，一切都归功于强大的4核心处理器。同时还可以让您边录制高画质影片边拍照，任何一个精彩的画面都不放过，并且采用了 Beats Audio， 让您可以感受真实细致的音质细节，享受既不失真而沉稳的声音效果。日本 Pentax 数位相机为日本历史最悠久、最具权威的第一光学大厂，在当今业界当中唯一有能力全方位研制120mm、135mm、APS 数位相机、中型数位相机及望远镜的第一超级光学大厂。
12小时的，没有错。然后再来还要问一下大家，再考一个好了，考一个什么比较难的？我记得了。好，我刚刚讲到了 N x 1000，它非常的厉害，它可以我想一下，它可以有哪几个颜色？好了，因为主上面有4个小圆圈，对不对？等一下拿到学生证的朋友，我会带大家到我们展场里面，然后你只要到每个区域都会有一个秘密的值日生，弄一盒的冰淇淋就要送给大家。那请问还有谁没拿到？大家没拿到，那我就要考大家，要考考问题好不好？请问你们现在所在的3C 大厂是哪一家？很好，是我们家神送，很好。那问一下换你们中间的朋友了，请问拥有最聪明的 Smart TV ES3000 啊 ES8000，请问就在哪一家？很好，来后面戴帽子的，好，这位小帅哥就是你的，送给你啊，那换你们了哈。请问一下，我们下一场舞台活动是下午的多少？几点？每半点我们都会在3C等着大家一起来共欢乐，好不好？那现在的有拿到学生证的朋友，请跟主持人。